拉开细瘦，但是还是扁扁的拉开哈、啊。请左高右低，不是直的哦，还是有点斜。这里往右下角斜，所以严格讲起来，这个字是歪的。那这个也是歪的哈，从这里绕下来以后，这个你可以发现越来越往右下角歪，哎，然后重心偏低，没有绕到上面，在下面就打结了。静还是轻的，那靠左边了，再靠右边了，再开始靠左边了，所以那字就是这样一直在摆荡。之，这里的连笔特别的多哈，那也就连着写啊。啊，之，往右下角，又在写啊，这几乎都一直在连笔啊。逆上去。然后再来都是重的啊，笔画比较重，然后略侧，重，再提，再放轻。轻，这里头一直在重啊，重你就抹下去，把中间的白色面积尽量减少，这样看起来就会重。白色面积越少，字就越凝结。长，这都很短，但写得很饱满。轻的、重的、轻的、弹性的、轻的、缩小的。往外写，往下写，上大下小。坐，坐就写的很短了、哦，但是笔画看起来饱满。坐，这是饱满，这看起来都抹下去，抹下去看起来比较厚。这边都是连续的重笔画哈、哦，虽然看起来字都不大，可是笔画都非常的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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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下准备写。加速，重的，